看你天天在这里上网，我们工厂现在招人，要不要进厂打工啊？打个锤子。为什么不打工？我又没有车贷，又没有房贷，我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没有，我有啊。你有关我什么事啊？盘点黑中介遇到的狠人。现在几点了还在这里睡觉，我凭什么要去上班啊？哦，真的是见鬼了，奇怪了，我为什么要去上班？你不去上班躺在这里干嘛？我肯定是要在这里躺着。年前你怎么跟我讲的？年前就来找我找工作，给我给他换了六七个厂都做不了，他说年后你帮我叫我安排个住宿的吃饭的地方，我也安排了，他到现在都不去上班，我凭什么要去上班啊？都说好不好吃不好做了，每次都把我赶出来。哦，我什么都赶你出去了啊！他没赶我，我就等你去上班。他现在没有上班是不是？他现在还没上班。那你最起码来，你申请的这个宿舍，我安排的宿舍是乱七八糟的，最起码卫生搞完呀。没有卫生，被他扔。宿舍这么多人住，你看，全部他吐的。什么都弄，那你要把卫生搞一下，小伙子。我搞什么卫生啊？公司没，不是你们公司不是有阿姨吗？你可以叫阿姨过来呀。阿姨是搞公司的卫生，还给你搞卫生啊？要要不然赔个保姆给你啊？哦。肯定要啊！你配最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哦，说这样你混的家伙。你现在呢？你这个事情你要处理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行，看着我。他这个事情处理一下，我感觉他这个人好像，好像有点什么情况啊？真的是有这样的人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什么一个情况？干嘛嘛？我不是叫我不是叫你十二点去公司吗？我凭什么去上班啊？你不是昨天说答应我好好的，说你一定能做吗？我答应你，答应都是放屁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屌毛能不能做？我肯定是能做，但是我喜欢睡觉啊，我都说了。你睡觉你不知道去上班的时候晚上睡吗？上班，我以为你是说是今天晚上十二点去上班。什么叫今天晚上十二点？今天晚上十二点，工厂的工关门。成了，还十二点上班？还关门了？我听别人说十二点都能招人的呀。谁讲跟你讲十二点能招人？厂里面不是二十四小时招人？厂里是中午一点半面试，我叫你十二点起来。不出发去哪里？真的是奇怪了，我真的是。你是不是不能做？我肯定是不能做啊。出去，这次我真的是不能做啊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就出去嘛。出去，大不了我要出去流浪，我把东西收拾，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想见到你了啊！你赶紧，立刻，马上，好，给我滚蛋！好，这一次我必须走。我跟你说，那就是这样子搞我啊！我都说好是十二点，我以为是晚上十二点。走，见鬼了，这样子了，真的了，走就走嘛。抖音。